那个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知道那根本就是不现实的。你们晋国比我们丽荣大100倍，我要是真的让丽荣人来这里放牧的话，我想晋国的百姓也一定不会容忍的。其实最好的结果就是让两国的百姓能够和睦相处，永远都不视对方为仇敌。如果我能完成父王的这一个愿望，他们也应该含笑九泉了。重儿，如果你真的当上国王，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？当然了，这应该不难做到吧？真的。您看这花开得多好啊。啊，您看。哎呦，您看这朵啊。真好看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够永远留在我身边了。唉，只是我真不敢想象后人呐，要怎么样骂我们两个。不会的，有错的不是我们，是你父王。你跟父王是继承的事实，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可我知道你可以为我舍弃一切，你不是胆小鬼，也不是懦夫。大王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呀。大王，大王，您慢点儿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呀，万一气坏了身子，这大晋国还全都靠着您呢。我又不能不告诉你，我跟丽兰在桃林里面约会，被父王看见了。是你？是我啊。为什么你总像一张网一样网着我？因为先王再三的嘱咐我要照顾好公主，我不能失言。另外，公主这两天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职责，我十分的担心。让死亡披着正义的画皮，让复仇成为杀戮的借口。请问用新的被残杀人的呻吟，就真的能够慰藉早先亡灵的哭泣吗？有时是你该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。娘娘，长公子不在宫里。不在？
去哪儿了？奴才不知。哦，王后娘娘。姬公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奉了大王之命来请长公子。大王要干什么？难道要杀了自己的儿子吗？奴才不知道，奴才只是奉旨行事。哼。长公子呢？回公公，长公子不在宫里。不在？走。启禀大王，长公子出宫了。传旨下去，让他进宫来见我。遵旨。大王，大王。何事啊？大王，王后娘娘驾到。让王后娘娘回寝宫。大王，臣妾有话要说。王后，请你回宫去。大王，难道您就那么喜欢饱尝骨肉分离之痛吗？大胆。大王要追究责任，就请追究臣妾的责任吧。王后，你真的想让本王再次受辱，颜面再次扫地吗？你身为王后，理应成为表率，儿臣有错，你不应当袒护他。王后，请你回宫自省吧。吉顺在，为何还不执行本王的旨意啊？遵旨。请留步。夏将军。娘娘，拦住下官有何吩咐？将军请起。敢问夏将军可是前去捉拿长公子？回娘娘，正是。麻烦将军在见到长公子之时万万不可伤害于他，知道吗？末将奉大王之命行事，要是长公子抗旨不遵，那末将不能保证不伤害到他。难道我的旨意就不是旨意吗？对不起娘娘，末将是军官，为大王之命侍从，有要命在身，不可延误，告辞了。走。子推啊，嗯，你跟着我走，谁来照顾家里的伯母啊？这个你放心，我有个义弟，他随时都可以来我家照顾我娘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这么一走可能永远不回来了。没关系，不管您回不回来，子推都愿意跟随你。就算你要走，要征得伯母的同意，我已经是个不孝子了，你可不要跟我一样。长公子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娘她一定会同意的。赵公子来了，进来吃顿便饭吧。啊，请。啊，谢谢。下，下。咦，哎，夏春兄弟，介兄，长公子，我是奉大王之命，请长公子回宫。回宫？子推啊，我必须要走了。子推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等等，夏春，你要带长公子回宫，还得问我答不答应。哎，不要，介兄，我是奉旨行事，你不要为难我。什么奉旨行事？子推，别打了。子推，不要打了。夏春，跟我来。子推。
现在太子一死，二公子被放逐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大王百年之后，这王位该谁来继承？不是还有小公子吗？哎呀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这小公子身世不明啊。那是谣传而已，连大王都不相信。夏春，你我相交多年，情同手足，你想子妃会以江山社稷为儿戏吗？夏春，相信哥哥吧，放了小公子。夏将军，夏将军，夏将军，大王，子妃，不要打了。夏春，你要想带走长公子，除非你杀了我。弟兄，你可知道这是抗旨大罪，先让他拿下。子翠，子翠，不要再打了。子翠，夏将军，别打了，我跟你走。这一套更待何时？末将相信你是被人害的，关系到江山社稷，末将岂有不救之理？不，没有人陷害我。长公子，我相信介崔的话，您就别瞒我了。从无人不知，南非之子并非大王骨肉，谁都不想让来历不明的戏子继承王位。长公子，您快逃吧，我是城门凝闭，您就走不掉了。我要是走，你怎么向我父王交代？那就只好委屈介子推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为我顶罪。他是自愿的，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，我不能弃他于不顾。夏将军，快保护长公子逃跑！夏春兄弟，这小弟不想说了。有时候我觉得真奇怪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欲望就像藤将理智的树缠住勒死。娘娘殿下，你忘了你现在为之焦虑的人是你的敌人。这还是你第一次跟我叫娘娘吧？有时不是娘娘忘记了什么，而是你，是你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。人们总是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复仇，可他复仇的同时，也会开始另一次的不正义。那要看是谁先敲开了那扇死亡之门。如果是娘娘先打开了那扇门，就不可能轻易的把它关上。因此敲开那扇死亡之门的人必须为此负责，否则那扇门不可能随便的被打开。长公子现在何处？回娘娘，介子推杀了夏将军，将长公子劫走了。劫走了？他走不掉的。你是不是又通知梁武了？请娘娘恕罪，小人确实已通知梁武了，只要他们敢擅自闯城门，必死无疑。你这混蛋，哼，走好。子推，长公子，夏春是我的结义兄弟。娘，孩儿犯下了欺君抗旨之罪，正孝公的两全，
孩儿不能再侍候你老人家了。只要你认为是对的，娘不会怪你。娘，多保重。别担心我，好好保护长公子啊。是。伯母，杀了夏春，他真是大胆呐！本王召他回来，本是想要他认错知改，保证以后再不跟兰妃来往。也就罢了，哪知道他如此大胆，竟敢抗旨不遵，而且还杀了禁军校尉，我绝不能容他。快点，要关城门了，快点，来了，走吧，等，快车了。长公子，多亏我们赶到了门口，要不然就关在这门里了。梁武将军到。叫。梁武，你敢挡住长公子的去路，你胆子不小啊。微臣也是奉旨行事，请长公子见谅。带走，你敢？休得无礼。我要看公主丧失理智到多久。我不是丧失理智，我是不想让无辜的人。那能是无辜吗？对不起。仇恨把你的词汇磨练得锋利无比，你可以用它随意的刺穿任何一个人心中的自尊。恭喜你成功了。启禀大王，梁大人已经把长公子和介子推抓来，正在宫外等候大王发落。怎么又抓回来了呢？大王，宣他们进宫吗？见了重耳，让我说什么好呢？那就先让他们回去吧。不，既然抓回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敢？啊，大王不可呀！哎呀，抗旨欺君杀校尉乱干城无君父，这样的罪如果是可赦的话，那什么样的罪不可赦啊？哎，大王您要三思啊。斩！不能斩！大王，大王，不能斩啊！先是申生，又是重耳，自从你进宫以来，这宫中就无安宁之日。我这早就是忍无可忍了。来人！大王。拉下去，和重耳一起斩首。是。大王，臣妾有话要说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是你承认你勾引了重耳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的确是臣妾勾引重耳的，大王要杀死臣妾，臣妾绝无怨言。臣妾一死无关紧要，可重耳一死，大晋国将后继无人。哼，重耳死了，本王还有西子。大王，西子不是您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
是刺他，不是您的儿子。什么？您若杀死重耳，只有换义乌回宫，可义乌已经早已经不认您这个父王了。敢问大王，百年之后打进江山将交与何人啊？啊，大王，娘娘，重儿，重儿，碧兰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娘娘，请。得罪了父王，这是自讨苦吃啊！只要能救你出去，我就是一死心甘情愿。我死了只有我一个人，无牵无挂，可是你还有儿子呀，你死了谁来帮你照顾孩子？妻子他已经不用人照顾了。什么？妻子他？重儿，那天在山坡上，如果不是你拉住西子的马，西子早就摔下山了。他的命是你救回来的，如果能用他的命换回你的性命，我绝无怨言。来，乖，吃一口。我不吃。不吃饭会饿的。我要等母后回来一道吃。娘娘一会儿就回来，她要是知道您不吃饭啊，她会生气的。嗯，来。我不吃，我要等母后。吃一点。我要等母后一起吃。你母后回不来了。娘娘怎么了？娘娘被打入死牢了。不，母后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。阿佳，去给娘娘送点吃的吧。是。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。小公子，我要母后。过来，听我说。我要母后，我要母后。听我说。不许哭。要是你母后活不了，你也活不了，我们大家都活不了。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小，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。好了，我最喜欢西子，听话，嗯。你只有听话，你母后才能活着，你才能活下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好吗？啊，听到了没有？嗯，好，不哭了，吃饭。嗯，啊，不管大王怎么问，有事都不会承认的。以前试过，打死他也不会承认的。我有办法让他自己说出来，西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，马上就可以见分晓。娘娘，阿江，西子还好吗？小公子他挺好的。为什么不把他带来见我呢？奴婢下一次一定把他带来。下次恐怕没有下次了。不会的，娘娘。娘娘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啊，你吃了饭，奴婢就把小公子给带过来。娘娘，我吃不下，拿去给长公子他们吃吧。娘娘，吃饭吧。
长公子，长公子，吃饭吧。再翻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翻一个，来，再翻一个，再翻一个，哎，好啊，先生，先生，这是，拜见大王。别翻了。父王还没学会呢。快起来。父王，母后说，再过三天就是您七岁的生日了。是七十五岁大寿。对。75岁大寿，母后叫孩儿学翻跟斗，为父王庆祝寿辰。起来。父王，孩儿再翻一个给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拿出去。父王，孩儿做错什么了？父王，下去。大王，小公子翻跟斗是为了大王祝寿准备的。他不是我的儿子。怎么会呢？你老实回答，他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当然是大王的孩子了。大王肯定是听了谗言，中了别人的圈套了。有人加害小公子大王。是兰妃亲口告诉我的。不，小人相信娘娘不是无中生有的人。若不是她亲口承认，我也不会把她打入死牢。娘娘被打入死牢了？为什么？大王，尤氏，娘娘都承认了，你要是不招，那可是自讨苦吃。大王，如果娘娘真的承认了，小人也不觉得奇怪。娘娘是为了救长公子。岂有此理，救重耳，哼哼，他就害死自己的儿子，这世上有这样的母亲吗？大王还记得前不久娘娘带着小公子出去骑马，小公子被摔昏死过去，回来后娘娘说小公子是不慎从马上掉下来的，大王还记得吗？本王当然记得，可是这与重耳有什么关系呢？大王有所不知啊。大王，长公子和娘娘自丽蓉相识以来相好已久，长公子一直怀疑小公子的身世，才使得两人互相猜忌，不能好合。娘娘为了证明长公子在她心里比小公子重要，才不惜伤害小公子。幸亏是长公子良心发现，救了小公子。真有此事？啊，大王要是不相信，可以问小公子，小孩是不会撒谎的。自那以后，小公子再也不敢骑马了。大王没有发现吗？大王，你想啊，娘娘在这个时候说出小公子不是您的儿子，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重耳公子。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人再比重耳重要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在他心里重耳比西子更重要，但是这也不能说明西子到底是谁的儿子。大王，你要是这样说，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。如果你真的杀了西子，那你真会悔恨一辈子的。恐怕悔恨的是你吧。小人不明白大王什么意思。好，我现在就命你立刻把西子投入虎口。那小人只好遵旨了。父王，孩儿不想死，饶了孩儿吧。父王，饶了孩儿吧。父王，小公子，是你父王叫你死，优师也没办法，你不要怪罪优师哈。怎么了？
走。阿佳，救救我，快救救我。小公子，我不想死。阿佳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救救我，放开我，放我下来，放开我，有事放开我，快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。快放开我。这可是真老虎，你干什么你？这老虎，这老虎可能从来没吃过孩子吧？这可能第一次吧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吵吵吵吵吵吵吵！吵什么吵？你自己进去，放开我！还是我把你扔进去？我不进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下下下下下！我有事，救救我吧！有事，救救我！哭哭哭哭哭哭！哭什么哭？你怕我也怕，是你父王叫你死的。我要不把你扔进去，你父王就把我扔进去了。哭哭哭哭哭哭有什么用啊？来吧你，走，过来啊！咬我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哭哭哭哭哭哭哭什么哭？哭什么哭你？你哭什么？听话不听话？你听话不听话？听话不听话？啊？站住！哎，干什么？让小王子吃饱了上路不行啊？听话，听话不听话你？啊？听话，听话。天底下没有一个父亲会狠心将自己的儿子投入虎口。如果他要是敢投，就说明这不是他的儿子；如果他不敢投，这就肯定是他的儿子。嗯。放扔进去！放我下来！我不进去！要是救救我！要是救救我！要是救我！要是救救我！大王，小民已经杀了小公子，请大王恕罪。你是奉旨行事，何罪之有啊？若不这样考验你，怎么能辨别出西子是本王的儿子呢？小公子，假的，嘿，大王，你吓死小人了！小公子啊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妻子啊，妻子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的好儿子，父王吓住你了吧？啊，你把孩儿吓死了。父王是逗着你玩呢，啊？通过这次考验呐，以后你的胆子就更大了啊！从今以后啊，这天下就没有你害怕的事情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，你连那老虎都不怕，还会怕什么呀？啊，哎，有时啊，嗯，有时啊，有时叫你哦，大王，你把小公子带回寝宫去吧。啊，去吧，妻子。又是寝宫在那边呢。我知道，寝宫是吧？寝宫在那边，对，知道，我知道。